内苦我们就了解了。啊，这个两种，一个是身，一个是心。啊，身不要紧，它是随着心转的，那心就非常重要。心是忧虑、愁、嫉妒啊，这个前面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这是辛苦啊！啊，这属于内苦啊！内苦外苦从哪里转？都从心上转。人活在世间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最重要的，你生活得快乐。这叫幸福，叫圆满。啊，一生生活在忧愁苦闷当中，这个人很可怜。啊，他来生不会生三善道。想起来就更可怜。啊，怎样才能够不堕三恶道？佛告诉我们，上品十善。升天之因。那我们的时间要抓紧，干什么？断恶修善啊！希望来生能升天道啊！更聪明一点的，天不究竟。天死了还会堕落，不安全，不如往生极乐世界啊！我遇到净土法门，我一定把它抓住，我决定的生净土，永远脱离轮回，脱离十八界，一生当中就成就了。这种事情重要啊！啊，这一种事情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外苦，外苦也有两种，一种是卧贼、虎狼等害，另外一种呢，风雨寒暑等灾，或此二种啊，这叫外苦。啊，制度论的说的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前面卧贼，这是人害人；虎狼，这是兽。禽兽伤害，那么风雨寒热，这就是灾难，这天灾人祸啊，这是外来的。外来的人祸包括战争啊，战争是最大的人祸啊，冤枉死的
不知道有多少。